二月份进行雪上和滑行项目的测试，四月份我们来组织北京赛区的冰上场馆的一系列测试。那么这对于我们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筹办工作呢，应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我们这次的志愿者的招募工作呢，也是非常的严格的，因为我们要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做一个志愿者的储备。